好吃，真好吃。这是高桂林著名的网红奶茶店 Wonderland Yogurt， 最好吃的是年轻人喜欢的炒酸奶，另外还有珍珠奶茶、水果小吃。它位于高桂林的 Eagle Ridge Plaza， 在 Guilford Way 和 Lansdowne Drive 交界的地方，紧邻 Galnego 高中和 Scott Creek 初中，所以拥有大量忠实的年轻客人群体，当然也有像我一样的大叔大婶，所以在高桂林中心和满地堡颇有名气，生意稳定，堂食、外带和送货都有稳定的营业额，加上合理的租金，每月都有不错的利润。店内面积816尺，拥有独立的冷藏库房、厨房、独立卫生间，配有酸奶炒锅和奶茶全套设备，配有空调和供十几个人堂食的座位，外面有大量的停车位。现在业主因为家庭原因忍痛割爱，用8.8个 W 转让。如果你希望拥有一个稳定收入的小生意，这就是帮你起步的好机会。